叶兄，吃点泡面。这个是小糖蒜啊，小个儿的。炒了点糯米笋，哼，这笋真嫩呢。可嫩成了这个。Thank you.
Hello， 家人们，咱们今天吃甲鱼。这小辫儿真紧呐、啊！这大腿肉最肥，嗯。这有用，这边肥油。